欢迎来到 PVG 资讯频道，只要发现一手资讯都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，希望能送出手里免费的，长按点赞三连。回归正题，有粉丝留言希望我把最近游戏内更新的东西梳理一下，既然粉丝要看，那就把我目前已知的给大家说说吧。第一个是两个礼包码，一个是九周年礼包码，包含钻石600，草莓一个，歌手向日葵半个，金币150,000；另一个是公众号专属礼包码，包含80钻石，神秘水晶1000个，没领取的速速领取。第二个，宝藏上新，无尽神器气流水仙花限时返场，一阶就能在无尽里大放异彩，手头宽裕的话建议人手一个，刚好这次是海盗无尽，就冲它可以吹飞鹦鹉就够我们美滋滋爽一把，更何况它可以击飞一切飞行僵尸，甚至包括天空仲裁者。第三个，黄油毛根更新，人人都能白嫖，在九周年江博竞速赛里获取，活动一共14天，可以每天50钻石买一次挑战机会，尽可能的搞到满级，毕竟白嫖机会不多，且行且珍惜。具体可以看贴吧作者我承认我第一帅的详细毛梗5阶获取攻略。第四个，创意庭院激励活动，具体操作可以看看贴吧作者稳重的冰水鱼宝的攻略，反正白拿的100钻石肯定要拿下。第五个，成长礼包更新，山竹返场，包括他的新装扮，手头宽裕的小伙伴可以入手，老装已经满级了，就不凑热闹了。第六个，植物大战僵尸2官方玉米卷新形象来袭，直接变成了一个小女孩，头顶着一个类似杂粮煎饼的食物，真的合适吗？你们喜欢这个新形象吗？可以评论区留言哦。好的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如有遗漏的地方欢迎大家补充一下，点个关注，点个赞，我们下期接着聊，拜拜喽！点赞关注评论。